盘点只有沈巍才能做出来的惊人操作，都说热血无赖是中国版给他爱，我并不这么认为，因为热血无赖有很多机制是给他爱或者其他游戏没有的，比如主角能去歌厅唱歌。身上脏了，可以通过回家洗脸的方式将污渍洗掉。马桶也不是摆设，你甚至可以上厕所。主角的身体素质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，他可以完成高速劫车且无一失误。准备跳车时还能做出开车门的动作，这个可以说是沈巍绝活了，不仅臂力了得，车门的质量也是没得说，但相比车门，玻璃的质量就一般，因为被卡住时主角会将玻璃踢碎再爬出，而不是瞬移。被逮捕时还能做出瞬间反应，将其反向铐住，方便逃脱。如果对方持有武器，还能将其缴械，或者把敌人挟持，当作人肉盾牌。后备箱还能藏人，和大表哥的绳子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其余的像吃包子、按摩店等，就不一一介绍了。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